1, 2, 3.不論你客氣與不客氣，或者好不喜歡聽，其實我講一句說話，以後我們中國人真的來西方學功夫。我本身的名字叫劉家勇，所以個個叫我劉師傅，劉師傅。即係香港人又好，全世界人都中意一窩蜂，嗰啲蜜蜂咁樣一窩嘅啫。學功夫唔係咁樣嘅。國術係我哋國家，中國國家個國術。第五代傳人咧，我哋劉家已經係 close 定咗落嚟噶啦，因為我哋冇再後邊有傳人係真真正正去傳咗我哋嘅真正嘅劉家嘅紅傳，傳嘅只不過係一種叫師傳徒弟式嘅傳法，就係咁簡單啦。